好舒服呀！哇，这样烫烫很舒服。嗯，可以，你太有劲儿，太好了。今天真的好快乐，送走了三位。啊啊！我看你应该喝点我们的宫廷夜酒。来吧，点映吧。你好，打扰一下，咱们精心为您准备了笑声点映会。谢谢。待会儿哪位主播笑得最多，就由哪位买单，然后大家可以相互监督，自行选择一位。你们也要帮我们监督，就对，我们都不是要节目组买单。好，来吧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哇！啊，台好好看呢、啊。这个可不是台呀、啊，也太精彩了吧！哇，霸气，好好看啊！我觉得小景生病了吧，我觉得要给他一些鼓励，所以我决定把昨天那三朵花放到他房间，等他回来给他一个惊喜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送的花你们是不能送出去的，谁送一个我就补两个，送一个我就补两个。那我早上起来乖乖的把它带上。我一会儿就去带上。你为什么没带？小土翻着白。我给何老师打平，这人笑一下。那肖东也笑了，现在只有宝。好美啊！天哪，超模！哇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感觉后面真的跟了一个管家，你蛮好看。管家，小男友陪女友回家，被女友的父母嫌弃。这个经典的，他带男朋友回来，我们看不上。这是我妈妈，是我妈妈。三位叔叔，我是那个三位叔叔。大爷个傻子，大爷个傻子。